这些神机现场相信你都听过，每一首都是炸场子的名场面，听完让人热血沸腾，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听着那少年的声音，在还有未来的过去，我看着天真的我自己出现在没有我的故事里。第一首《山海》，甜心教主王心凌大胆突破以往曲风，携手谭维维打造超燃版《山海》，两人像是一山一海互相包容，柔美与硬朗演绎不一样的《山海》。二首《玫瑰少年》，周深和盖从原本的《玫瑰少年》中看到了自己曾经不被理解、不被认可的时光，感同身受的经历为这首歌曲注入鲜活的生命能量，又燃又炸的现场溢透出无限的力量。三首《光的方向》，《光的方向》作为长歌型片头曲，副歌几乎可以说是为张碧晨量身定做的，爆发力与情感的感染力让人眼前一亮，让人听得